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蓝白啊。今天的话呢是养成系的第三天，然后顺便做个开箱。这个，嘿，这个是什么？热感柔震按摩枕，钢铁人限量版。哎，是钢铁人吗？哦，可是里面好像是美国队长。哦，对啊，这边有写了，美国队长限定款。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，我等一下来试试看。然后我今天呢就特别的就是，你看这下面就是什么，就是昨天的漫画，然后以及我再弄一个 DVD， 然后再铺上我的一些枕头，像枕头，然后呢就做成了一个可以把它躺着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看看。哇，好，看看，对嘛，这个是美国队长 Marvel， 美国队长，哦，他长这样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玩玩看吧。可以这样。